唐朝灭亡以后进入了五代。五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，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，西蜀和南唐都是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，因而社会比较安定，经济比较繁荣的富饶地区。而这两处小王朝的皇帝和大臣又都怀着苟安的心理，寄情声色，过着奢靡腐化的生活，成为沉溺于红楼月夜的荒淫逸乐之徒。纸醉金迷的生活使这个时期以性爱为主题的文学有了一些发展，例如欧阳炯的《浣溪沙》：金瓶鸳枕素金铺，兰麝细香闻喘息。又如孙光宪的《菩萨蛮》：薄寒笼醉态，依旧铅华在，握手送人归，半脱金缕衣。这样一类的淫巧奢丽之词是很多的。其他像牛桥的《菩萨蛮》、张密的《浣溪沙》等，更是露骨地去描写追逐女人或幽会调情时的生态。词的格调愈见卑下，《花间集》中比较能够脱去浓腻的脂粉气息，具有较为开阔的生活内容的是陆潜意、李渔的作品。还有伪装的作品内容虽然主要也是女人相思之类，但比较清朗自然，具有真挚的感情，能够给人一种美的感受，艺术价值较高。在这个时期的词人中，李渔也很有代表性，他是李璟的第六子，公元961年至975年在位，为南唐后主，世称李后主。例如他的《玉楼春词》描写了他在位时宫中的歌舞宴乐之盛：晚妆初了明积雪，春殿嫔娥鱼贯列，凤箫吹断水云闲，重案霓上歌遍彻，临风谁更飘香榭，醉拍栏杆情未切，归时秋发竹花红，待踏马蹄青夜月。他的《菩萨蛮》词则描写了一男一女的偷情：花明月暗笼轻雾，今宵好向廊边去，缠袜不相接，手提金缕鞋，画堂难盼见，一向为人颤，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李渔的词与唐和五代的一些艳词不同之处是比较自然与清新，而描写男女之情时感情也十分缠绵。唐代的赋也很流行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与性爱有关的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，为唐人白行简所作。白行简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，两唐书都有他的传。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它是一篇有关性的文学作品，虽未论及有关性的科学道理，但提供了大量唐代的有关资料，如礼制、风俗及当时的口语等，由此分析当时的性文化状况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此赋首先描写了男女的性生理发育：夫怀抱之始，总角之始，永戴米囊，花含玉蕊，忽皮开而头露，额肉亚而凸起，时迁岁改生急急之乌毛，日往月来流涓涓之洪水，继而男以鸡冠，女当鸡年，温润之容似玉，娇羞之貌如仙，莺微灿烂，以太婵娟，素水雪净，粉景花团，
睹昂藏之才，以之挺秀，见窈窕之志，见绝成艳。以后他笔锋一转，转入男女婚嫁。然乃求吉事，问良媒，出六里以迎旨，付百两而原来，即纳征于两姓，聘交礼于同辈碑。于是青春之夜，宏伟之下，冠英之际，花须将谢，思心静默，有书鹦鹉之言，柔情暗通，是念凤凰之卦。接着此赋以大量文字描写新婚性生活，夫妻日常性生活，以致细致地描写春夏秋冬四时夫妻性生活的区别和特点。有些文字上雅，有些文字则露且俗，还用了一些当时的俗语，如喊你、促气、姐姐、哥哥等，如形容新婚之夜的性生活，乃出朱醒、揽红坤、抬素足、抚玉臀，女卧男经而女心特特，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。又如描写夫妻日常性生活，乃于明窗之下，白昼千言，群坤尽脱，花钿皆弃，解俯拍以抱坐，见蒙顿而放眠。此赋最后还以较多篇幅描写了帝王性生活、私通、淫婢、同性恋等。又如李白的对酒，戴帽宴中杯里醉，芙蓉帐里奈君何的咏性生活诗句，李商隐的药转，玉金堂北画楼东，幻古神方上药通的咏私通与堕胎的诗句，碧城三首之二的紫凤放娇闲楚佩，赤林狂舞波香弦等描写男女情欲的诗句。又如描写达到性高潮时的男女性反应，纵嘤嘤之声，美闻气促，举遥遥之足，时觉香风，然更纵枕上之淫，用房中之术，行九浅而一深，待时候而方毕，且资情而乍急乍徐，意下故而看出看入，女乃色变声颤，插垂即乱，蔓延而横波如鬓，疏低而半月临肩，难易迷茫两字贪垂四肢，惊透子宫之内，金流丹血之池。这一段描写比古人所谓欲仙欲死具体的多，和现代性科学关于性反应的描述也比较近似，还有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性现象，如私通、饥不择食、僧尼对情欲难舍，以及某些人的龙阳之癖等等，也写得入木三分。